总有一些人特别喜欢挥手一指中国地图啊，口若悬河，狂轰乱炸，什么山东人开挖掘机，内蒙古人骑马上学，广东人啥都吃，东北、河南、上海怎么怎么样。我就讨厌叉叉地方的人，叉叉地方的人就是不好，张嘴就来，那简直是扛着一挺带蓝火的加特林。其实地图炮这个事儿啊，自古就有。北宋司马光为了抨击王安石变法，开始扩大打击范围，说闽人狡黠，楚人轻易，就是说福建人狡诈奸邪，楚地人轻佻草率啊，地地道道的一枚地图巡航导弹啊。但是喷得狠的还真不是我们国人，我们还是相当有素质的啊，比较内敛的。欧洲人看英国人就是足球流氓，炸个鱼炸个薯条就能吃一辈子。俄罗斯只会卖石油，躺在雪地里喝伏特加。我们隔壁的日本不仅仅是东京、大阪、京都互撕，就是东京的各个区为了做首都这条街内最靓的仔，也是内讧不断。大洋彼岸的美国人看本国的州就是过气明星的州、吃猪油的州、产鲶鱼的州，还有太多太多恶趣味的地图炮。但所有的这些到了河北通通都闭嘴啊！无论你是从哪里开炮，最后都能崩你一身血，因为你可能说的是你自己。河北这地方太包罗万象，太多元化了。很多人说河北存在感低，因为方言五花八门，饮食天南地北。而作为省会的石家庄更难了，十个兄弟单位是各有各的特色，各有各的历史底蕴。北面的保定统领直隶省250多年，唐山、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廊坊、沧州等地，去北京和天津啊，可能远多于去省会石家庄。南部更是3000多年不改名的邯郸，华北第一座城市邢台，河北名校衡水中学所在地衡水啊，我太难了。虽然关于河北特色小吃的争论还达不到豆腐脑到底是甜的还是咸的程度啊，但是南北东西的饮食习惯那简直是千姿百态。我们大河北吃啥是按纬度来的，纬度不同我们吃的就与众不同。但是正宗安徽牛肉板面和驴肉从北到南那都是傲立不倒的。在这次河北之行前啊，关于驴肉的传说只有河间驴肉火烧和保定驴肉火烧之间的你来我往。结果这一路从北面的驴肉火烧一直吃到南面的驴肉香肠，第一次感受到驴肉这东西不仅仅只是夹在饼里的，还可以灌肠包包子啊！河北人太能吃驴肉了。要不说河北的口号是不让一头驴活着走出河北吗？虽然东北话、陕西话、山东话、粤语等内部也各自有区分，例如陕西话分陕北话、关中话、陕南话，粤语分片更多啊。但不管你能不能听得懂或者区分出他们的不同，但大体也能听出是哪个地区的人。而河北方言却很难找出个主题来，从普通话、北京话、天津话、东北话、河南话、山西话、山东话啊，各种风情都有，还都不是一个独立的方言体系，这些到了河北大地还能互相融合，明明是同一个省的人却有十几种味道。而河北最南端的邯郸就更加的任性了啊，加上个风风矿区，那简直是四面方言，走几步就有新的方言面试。反正在河北啊，方言这个事儿大家都是自己玩自己的。造成这种情况主要的原因就是河北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地形地貌。河北是中国地貌最齐全的省份，高原、山地、丘陵、平原、湖泊啊，要啥有啥，你说惊不惊喜，意不意外？而且河北省内的是一个兄弟单位，每个地级市都有1到3个外省市邻居。河北又环拥着北京和天津两个直辖市，而天津和北京又共同把河北廊坊的北部三县给包围了啊，有点乱是吧？特别是建国后管辖区域的划分，你今天是河北人，明年可能就是天津或者北京人了。就像说河北唐山话的赵丽蓉，户籍所在地保底啊，现在属于天津管辖。所以河北独特的地形地貌、地理位置影响了河北百姓的生活方式，包括饮食习惯、语言以及性格。一个地区为什么会让人感觉到存在感低呢？因为它包容，因为它更懂得奉献。航拍河北11个市的视频分别更新完了啊，找个时间再做一期航拍河北话的视频。拜拜，小伙伴，航拍河北，我还在。